下午的2点17分，在新北市2点半这边有一个劳工局的记者会，这是新北的皮护工厂的比赛，由15家的皮护工厂选出了18项产品角逐，最后由爱盲的土城工坊，这家皮护工厂推出了手工皂，得到了第一名，脱颖而出，在第四届的新北。匹护里，创造了潜力奖，分别为9大的匹护工厂、LED 的行动天灯、高飞反光板的师生的祝福礼盒。由于呢，场地那边后面有个柜子，我们不能进去拍摄。等会2点半，朱市长会来这边致辞，会来这边致辞。新北市政府的劳工局，他表示说，103年起。他已经连续推出了3届的新北匹护礼，之前辅导的匹护工厂推出3届新北匹护礼，都获得各界的好评。值得一提的是，9大的匹护工厂的 LED 行动天灯虽然未获得首奖，但是创意也非常的有创意所以这次呢，第四届的匹护工厂是由爱盲土城工坊推出的手工皂，爱盲手工皂它得到了首奖。这是记者在新北市政府6楼新闻室的报道。